지. 吃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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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荔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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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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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剪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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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折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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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枝，接枝，接枝。接枝，枝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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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枝条上分出的一个新枝，枝条上分出的一个新枝，枝条上分出的一个新枝。枝条上分出的一个新枝，他抬起手，从一根枝上摘下一颗梨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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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准备一支尖的铅笔和一块橡皮参加考试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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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圣地朝圣者，中世纪欧洲的朝圣者，其带着一个棕榈枝作为到过圣地的标记。圣地朝圣者，中世纪欧洲的朝圣者，其带着一个棕榈枝作为到过圣地的标记。圣地朝圣者，中世纪欧洲的朝圣者，携带着一个棕榈枝作为到过圣地的标记。圣地朝圣者，中世纪欧洲的朝圣者，携带着一个棕榈枝作为到过圣地的标记。芽，萌芽茎或枝上小的隆起物，有时被包在保护性的介壳中，内中有未发育的根、叶子或花。芽，萌芽茎或枝上小的隆起物，有时被包在保护性的介壳中，内中有未发育的根、叶子或花。芽，萌芽茎或枝上小的隆起物，有时被包在保护性的介壳中，内中有未发育的根、叶子或花。芽，萌芽茎或枝上小的隆起物，有时被包在保护性的介壳中，内中有未发育的根、叶子或花。这几支笔是谁的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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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